前一波的连续假期的时间，就发生了有两个民生案事件死亡的致灾案件。据说各界就开始重视案事件的路通权益，各界都当关心。据说呢，路通铺治安署今天就邀请的九间案事平台业者，坐下来开会讨论，看怎样的加强案事重点的安全法规，要维护案事件的权益。我是平台外送人查佛希望人员最近动作，所以路通铺治安署提出了四个重点，希望各台平台业者做得重新监督外送的奖励立法者，避免本外送人事件的压力，强化外送人的保险保障，提供外送人做反恐及捞票时，每位强化实务外送作业安全指引的法律效力。为个修正相关嘅法制老判法，系讲有违规，会遭罚开罚3到30万。我们会在我们的职业安全设施规则，把这个指引的名称在设施规则说，我们会定这个指引，请事业单位依照这指引来办理。那如果没有办理的话，当然就处在我们设施规则的母法，那职业安全法第6条。第一项跟第二项来做后面的处理。系挑架老人工界关系么？为让响度外送人界保险保障么？系大家关心界部分。据安署讲，外送人老业者系婚姻强界关系，应该照法加劳保。系讲唔系建议加你公费保劳保，业者未通知强化相关商业保险机制。服务前应备有相关的保险保障啊，他们有自律工业有这样子的那个的论述。那我们期待是，如果是承揽的话，那这个保险的险种，业者还是要以企业社会的角度来确认这个被认定是承揽的外送员，要有一定的保险的机制才可以来上线。高雄治安署一间老八间业者有强势的，不过另外有一间业者强加莫来，罗同铺每位都十年每完成各台平台外送业者的罗同检查，来认定罗子关系。罗同铺每都冠名推出视频平台外送罗同今日转起，希望做得本每是外送人参考了解自家的今日。记者戴明昌千米日台北报道。